解说国战，分享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斌，欢迎大家收看一斌解说的三国杀国战。本期视频呢是这样子，是几个国战野心家的视频。野心家在国战中是比较少见啊，有的时候你经常玩了有1000多局才碰到一两局野心家，十几局野心家，他胜利呢就是更难了。所以野心家想胜利是比较困难，而且他一般都是一个人要面对3个或4个人，四个自己这个己方势力啊。胜利也比较困难，当然赢了也待遇那个奖励也比较丰厚啊。不过大家都知道，玩国战都知道，野心家想赢实在是难比登天啊。滚开！本期这张视频就告诉颠覆你以前那些观点啊，野心家想胜利，哎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哎，飘柔就是这么自信，是吧？首先看主持人的选将，因为其鲁肃和陆逊也行，但是有些偏弱啊。你这武将其实也可以，也不错，其实也不错啊。但可能主持人有的选将和我想法和我不一样，他选择一个吕布和马腾，这也行，非常好，强命型的武将啊。庞神呢我就不选了，庞神还是在上面啊，保佑着我们就好了。其实这个庞德的这个画的插画还是非常不错啊，一个人期待买2把刀，但是玩游戏的时候他那个因为画面有限，所以只能之前这庞德抬着2个肩膀特别丑啊。好，游戏开始。究竟怎么这么怎么轻松呢？我也可以告诉你啊，完全没用主视角啊，动过一手没过飞过一兵一卒，就这么轻松获胜了。首先游戏慢啊！首先感谢这位来自于2区-6区桃园结义叫做洛洛酱这位玩家提供的视频。好像一号位就看了一下我们，看了一下我们副将，看来还比较会玩啊，没有盲我们，其实盲一下没问题啊。好，开一张单板啊，出张山，这没问题。这开局放 A 是可能不适宜五谷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胜率就好了，但是这没有啊。三血的武将先开 A 还是比较难。哎，又看我们，有意思吗？是吧？我们长这么帅吗？是吧？属实有人很无奈。好吧，不过看个满城是吧？看还是不强，大队出来吧。我们不能亮将啊，我们亮将成野就不是野心家了。开个无中，刮个满，对，哎，一代牢用一下，把连弩扔了吧，把闪电、把冰凉也扔了啊！好吧，幸亏我们扔了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悲剧了啊！首先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邹氏啊，邹氏这位绝世倾城的美女子啊，这位女子一出，邹氏一出，谁与争锋啊？天下群雄无不为之与之啊，俯首帖耳啊！配合袁绍啊，你看这姿势，好像两个人在搂在像跳舞一样，跳出一支死亡之舞啊！瞬间全场就脸就绿了，什么什么国家司马懿啊，什么小乔周泰啊，什么庞统八怪啊，通通都给我去死，是吧？好，第一张 A 啊，贾诩你就给我跪着，老老实实待着，是吧？什么你奈我何什么的，哎，好吧，主视角的手牌和血量都非常厚啊。就是近看场上的人被轮啊，继续们，哎，你不用看了，你们根本没有出牌机会啊，根本没有亮将机会。再放，继续放。哎呦，这啊，全场的血线啊！好，主视角那个袁绍再放一波，哎呀，那全场一血，就我们主视角的手牌血量还高一些。好，第一个的看倒下去的是谁？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一个倒下去的是谁啊？哎呀，是恐龙！哎呀，月色心里一喜啊，你杀死一个第一个群雄啊！看啊，8号还活着啊，看1号啊，你明示也没过不管用啊，老头也跪了。第二个群雄，好，这是袁绍没摸牌，袁绍表示很无奈。啊，有个曹丕啊，摸一张牌，很不错，非常好。看下一个是不是魏国呢？好吧，有9，4号能不能收掉啊？看4号能不能收掉，我们是不会。好，哎，教主也是就收掉了啊。真正诠释什么叫做妙脆角啊？妙脆角的真谛啊。袁绍就放死三个群雄队友，就这么过了。我当时看了也是比较，那个，总有一个群雄队友都懒得骂他了。
秦始皇都笑翻天了仿佛啊！啊，想这个甄姬起一和荀彧聊出来了，月。好吧，没什么好牌，因为勒布斯主生效了。好，我们野心家两将，哎，首先看到我们的手牌，哎呀，有桃儿，两个桃儿啊，是燕尾牌有两个桃子啊，远洋建功、桃园决斗、劫的那个地啊。现在我们是完全不派任何人的一个同一势力啊，我们就是一个人，杀谁也不派弃牌。决斗先把荀彧做掉就好了，先把荀彧做掉啊！这局我们这也再不赢，简直是天理难容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一个雄毅，我去，太恐怖了！啊，远洋建功啊也行，决斗一下荀彧，荀彧的小脆皮儿就那一张牌能挡住我们吗？是吧？好，连起来，统统连起来，雷煞，带走，谢谢你八号。谢仗剑不亮啊！又来一个桃子，又来一个桃子，继续摸啊！挂检验板，过。我看你的袁绍怎么打是吧？袁绍，你就算是再牛逼，你也打不过是吧？这就他们这几个群雄都死不瞑目，还在那里眼巴巴的望着，哇，好像全场都没走。啊，青城有用吗？你的青城啊，亮将，闪。一招闪根本挡不住，有个口诀也不管用。好吧，行，谢谢大家为我们进行的一个演出啊，原本出的演出也是非常精彩啊，谢谢大家观看啊，再次感谢这位来自于27-67桃园结义这位叶子罗罗酱这位玩家提供的视频啊，谢谢他给我发提供的视频啊，首先看第二期啊，既然有人失忆呢，就是有人得意是吧？第二期呢，是袁绍的一个好朋友啊，曹操啊，曹操究竟能造出那个野心家，究竟是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呢？是吧？我们看主角小铁匠里头还有一个潘凤啊，如果是会员的话，带有群星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潘凤啊，是比这个组合强多了。潘神将和庞神将算是国战中群雄中的核心啊，这其他都是渣渣，渣渣。所以渣渣，我相信那个，帝国的毁灭，像那个希特勒的说法啊，渣渣，网上许多人黑他啊，袁绍，曹操和许褚的组合也行啊，就是领导和警卫员的，领导和警卫员啊，逆转天下啊，许褚和典韦就是曹操警卫员啊，棋牌过，我们借刀一下，杀一下，对，反正他也杀不到我们，拆一下他也可以，把杀去掉也行，连弩留着续爆。我们看主视角是怎么赢的啊？作为袁绍的一个死对手啊，也是少时和曹操的好友啊，看袁绍的好友啊，看曹操怎么报仇。好，欢迎女神出来了，女神出来了，女神出来了啊！欢迎蜀国第一输出端啊！照着原位的一号啊，也是打着那个痛打落水狗的感觉啊，好吧，两张技能，九张牌，瞬间九张牌，好，为过躲拆拆又顺顺啊，躲拆拆又顺顺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可以把四号的武器拆了，你这拆他们也没什么作用，是吧？好像那个黄应该没出杀，这是，哎呦，好吧，六号也是就这么弃牌过了。七号也是好欢迎，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怨啊，一起来决斗的黄元英。啊，黄英回合外就比较脆了啊，想赢，看来他主将也不是什么好武将。啊，八号又乐一下，哎，也是痛打落水狗啊，痛打落水狗。啊，不但要痛打落水狗，还要把它肉嚼着吃。啊，这以为也没有距离，也是打不到别人。砍一下四号啊。有时候看着你乐着也不容易的，砍一刀吧，是吧？有四号也不是蜀国，也是在砍黄元英，坚持不懈的砍黄元英。好吧，哎，这老诸葛，你老诸葛上局不亮吗？是，可能是第一局为了看谁哪个不是自己的国家呢？这难张难蛮，开张难蛮。其实黄元英和诸葛亮，他其实可因为有过三国杀 online 上的原因啊，所以他是可以关自己的一个锦囊牌的。第一张蓝牌开了出去，还没有魏国掉出来，主视线没有选择量，对，毕竟距离比较远，而且吧，好吧，又殊荣出来了，这要看南蛮阵的节奏啊。就这样。
好，国家出来，国家一个卖血，这没问题。然后诸葛亮也是，左杀杀，右杀杀，还是秉承项羽的一些打法。你集中火力不行吗？操，诸葛亮。我又看一下六号的主将，是个逃得过。哎呦，结果手牌还没用出去，还有刘备，贝贝啊，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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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张飞照了一个八号猛 K 啊，等你跳一个飞位啊，两张闪，哎，教你做人是吧？瞬间教你做人。张飞，两个魏国出来的蜀国还是比较困难打的，而且两个算是蜀魏国那个半个核心，还有徐晃进行一个控场，桃园对，没问题。刘备算是蜀国的一个突破口啊。刘备一出，基本上就知道蜀国的命门在哪了。还有一个司马懿出来了，疯狂的给甄姬洛神啊。司马懿作为司马懿的话，可以给甄姬的话，不要太无脑的补牌，有限就可以了。毕竟甄姬不可能都摸每局都摸着连弩嘛，是吧？远洋建功，逼一下司马懿。司马懿是不能开了。再开刘备又贵了，我也不看手里没桃子，不敢开啊！哎，这种感觉是特别别扭，是吧？我理解你，祝融。三个魏国，我们是主视角，是不是可以选择亮了进行一个蜀魏的对战呢？好吧，主视角还是比较猥琐，没有选择亮。哎，你不亮，张文远就不客气了，是吧？张文远表示说：“哎，你不亮，我亮。”哎，张文远带着知了，我看他这个陶然叫知了。出来，砍一下啊！第二个南蛮，哎呦，眼看的局势就失去控制了。哎呦，这视角吸来的南蛮，其实张辽可以不用牺牲南蛮的，为了杀他一滴血，压低了群雄的血线，实在有些不太值得。长得不太舒服。哟，顺有个人王盾是几个意思啊？九杀。跪在杀张辽，哎，张辽才没有杀，才没有闪，你太小看张文远了，是吧？刘备也是这几张牌打的也是比较无奈啊，好好打，你能打得出去吗？这是，廖国牙和徐晃也打不出什么太大的一个行动来，还是看我们主视角的选项，主视角。主视角现在手里还挂了一个连弩，还有个铁锁，哎呀，还有个伸手牵羊，这绝对是一个，哎呀，绝对是非超级暴力的一个手牌啊，五张牌，自始至终也没有人来限制我们，也没有无暇顾及我们，好吧，就给他一个桃子，对，下面是我们收人头的机会啊，怎么让你先收的是吧？三张牌，开玩笑啊，杀一下那个张辽，谢谢你，祝融对下去直接一个裸衣摸两张牌过，直接进行一个爆场。夏侯和司马懿没问题啊，你没有距离是吧？摸两张牌，对，裸衣漂亮，杀漂亮，直接求一个头，直接两滴血，还救我呀？你还救救吧，救吧，四张牌到手。现在你们的状态还能救得起吗？这是漂亮，带走一个刘备。哎，诸葛亮也不给人头啊，知道你这里这个曹操太恐怖了。幸好我们连弩没有挂上啊。装上顺手牵羊，对，以逸待劳一下，把这不用牌用出去，以逸待劳，知己知彼，用出去啊，九火杀。对，漂亮。这能不能走国家看？我去，这手牌，这手打谁都可以啊，这没什么意见。我去，这手牌，瞬间飙到七张牌了，没有闪，好漂亮，没有闪就好。诸葛亮还是一个劲儿在救刘备啊，其实可以留着牌，和曹操单挑是比较好啊，火攻。带走，谢谢你，诸葛亮的，送牌。哎呦，还不还誓死不降嘛，是吧？
继续杀，让你救，再救吗？将星陨，因为距离的原因，我们够不着当年刘备啊。妖精宫，哎呦，你可以先杀的，这是。好吧，看刘备，这就是可以杀一下祝融，对，不了祝融。铁锁杀，连环，铁锁连环，漂亮，属性杀，拍上去。甄姬估计是两血，直接瞬间变成一血，决斗，决斗，漂亮，下回原啊！这一路线告诉我们啊，胜利就是这么简单啊！你原半生不行啊，你看我们曹操的是吧？看我们曹安满是吧？好的，谢谢这位叫做来自崎岖岗湾区，哎呀，笨笨的胖胖，笨笨的胖胖，笨笨的胖胖啊！这玩家提供的录像。至于录像，曹操的一波连弩也实在太帅了啊！这个蜀魏大战啊，不是蜀魏大战啊，蜀国又不是被碾压，基本上没什么发挥空间，而且这蜀国三个隔得太远了，东一角西一角，天南海北聚在一起，完全发挥不了蜀国的作用。如果这三个蜀国排在一条线上，那得多好啊，是吧？这魏国是不讲究队列的啊，在哪都可以，只要能卖血，什么都可以。啊，曹公带领着自己的警卫班班长，哎，许褚啊，做出的这番贡献，哎，为我们提供这场精彩的视觉盛宴，谢谢他，谢谢他，这是曹操，我们下一看下一期是曹丕，关上啊，看下一期曹丕，哎呦，关上，主要想要一个曹丕，因为说是曹丕，所以选一个曹丕和夏侯渊，其实田丰和邹氏也行。也行吧，是吧？自己没有上香，我们还是比较高兴的。有一次我玩游戏的时候，有一个贾诩，还有一个吕布啊，还有一个田丰，还有一个潘凤。我问朋友，我到底选哪个？我朋友说，我那选潘凤和田丰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两个是人民币的。我当时就醉了啊，当时幸亏没选啊，结果输了啊。对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游戏开始啊，游戏开始，这甄姬，这个曹丕和夏侯渊也行。关键时候，这个夏侯啊，对，感谢这位来自于一区五谷丰登华东电信，这位叫做小心没有烂笔哦的这位玩家提供录像，谢谢谢谢这位玩家。其实那个夏侯渊配一个曹丕呢也行，这武将也行。夏侯渊算是专业补刀20年是吧？曹丕进行一个控场，不过就是关键就是这组合太脆了啊。多少分钟了？17分钟，还行。一号位啊，一号位啊，哎呦我去，没闪，这，开上外线啊，看召唤一下魏国的队友啊，魏国的臣民们，还不怪，赶快跪服于，老的那个，圣上的，哎呦，怎么说呢？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好，绝代双骄司马懿和郭嘉啊，这对组，这对两小两口啊。哎呦，国家还是果断是背叛了我们啊！真是，哎，这世界上再也不相信什么爱情了。把武器弃掉，对，我们这不是时装位的武将，只要留桃子就留防御牌就可以了。好，甄姬也出来了啊，老婆也出来了，老婆带着张文远出来了啊，应着啊那万箭的号召啊，司马懿的那个口号啊，就果断跳了出来。啊，司马懿非常慷慨，给甄姬改洛神啊。啊，你这么和这些为了演去的，就不怕国家生气吗？这是，哎，贵圈真乱啊！这甄姬玩就不够理智了啊！你这还偷一个曹丕，三血武将开万箭，你们果断不能偷啊！他一般都是魏国或者蜀国比较可能性比较高，一般是魏国可能性比较高，你不该偷他，而且顺他，你这就不该就不对了。而且直接把主持人的桃子给拿了去。幸亏他没砍我们，幸亏砍我们又不是野心家了。对，砍照着三号往死里开，因为三号阻碍着我们和关押的距离啊，其实实际上最大的距离就是最烦你们这种人挡着我们的距离了。好，子龙将军，浑身是胆，子龙将军啊，果断看不起你们这卖腐啊，卖腐的异性恋啊，出来了。好吧，出来个跃进，跃进，你这出来，你这出来什么意思啊？就为了拆甄姬一张牌吗？
啊，虽说这一时不拆那张牌，也不至于削寡他为良将，啊，赵云也没什么作为啊。啊，这个越进的名字比较搞笑，叫博泰队长，大力水手嘛是吧？火杀，对，攻下远位的一个武将，杀一下祝融和赵云，压低血线。这个越进的武将，如果不是配合麦喜灵的话，三血的话还是比较脆的啊，不算太好啊。已经让一一带刀挑了一下手牌，找一下桃子，这一手里是没有桃子。这吕布也是果断出来了啊，看见一回消息挺麻烦的，砍你一刀吧。好，摆了一张两张牌，还摆了一个桃子，这吕布也不地道了是吧？三个魏国，这七号也不是个魏国啊。好吧，徐晃也果断出来，徐公明啊，配合一个张俊义，就出来偷了我们。这时候偷我们没问题了。这魏国其实阵容还可以啊，两个双子神偷，那这郭嘉和司马懿不行，配合一个配合一个荀彧就好了。司马懿可以去掉啊，配合一个荀彧。越进配合荀彧比较好，郭嘉配合一个，郭嘉配合荀彧比较好。郭嘉怎么说呢？都行啊，都行。这样和配徐晃不太好啊。亮将吧，野心家，亮吧，跳过一个判定，再让神速压低一些血线。对，反正刘桃子也是被张辽偷的，而且四个魏国了，就没必要藏着了。最烦有一玩游戏的时候，有些人就是，明明是四 v 一了，还藏着，藏着有什么意义？接刀，接吕布的刀，砍一下七号、六号。吕布也是啊，要财不要命啊，要命我不给，要财我也不给，是吧？还明显不能给他自己让神器。赵云依然是没什么好牌，也是去表示托管。像这种小屌丝就是玩的就是心跳啊。翻一下徐晃，对，这张号下回可以偷牌的。越进没有牌，哎呀，这个果然是个荀彧啊！荀彧和越进这个组合行啊，这组合非常好。越进最大问题就是没缺基本牌，荀彧一攻城可以给基本牌，而且越进只要有基本牌的话，还可以用掉。啊，又去火，又买手牌了啊！可惜呀，七二不给面子啊！吕布和贾诩出来了，哎，照着徐晃一顿猛 K，谢谢你送的牌，哎呀，远洋进攻，哎呀，牌太好了！啊，这贾诩也是非常乐意替我们打工啊！哎呀，又一张万乱五，我们果断杀真一啊！下面眼看就是要一波爆了，也这么一。可惜乱舞是掉损失体力的，好吧，那个贾诩也是非常霸气啊！我让你三英死，谁能连敢留你到五京？我徐又来张南蛮，要不要这么暴力啊？啊，翻一下啊，对，翻一下七号啊，对，严防止他七号补刀啊！我不怕他，怎么就怕他补刀？要不然我们剁掉就不好了，闪电对我们是无效的。反馈错判啊！祝融摸到连弩了，摸到一个南蛮，一个神速，带走祝融，两个牌都没什么好牌啊！乱舞什么基本没什么好牌了，好，收下你，然后进行行伤，四张牌到手，我去，两张南蛮，这你能信啊？是吧？顺一下手牌，对，一带刀，几刀杀人。好，杀一刀，砍一刀，真机，看有没有好牌。还有，南蛮入侵，教你做人，你不是不让不给吗？是吧？两张、三张牌到手，四张，我去，这是又摸了一个桃子。反馈我们手牌对，反馈没问题。第二南蛮带走，也不考虑任何问题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是吧？这哎呀，国家你国家也不管用，有多少桃子可以重来呢？是吧？万箭齐发，贾诩也不管用，贾谊也不管用，是吧？哎呀，张飞和关羽都不亮啊，这么暴力的组合啊！哦，我去，这手牌18张牌了，
贾诩，你看这不眼晕吗？这是，无懈，哎，看没什么好牌啊。有连弩，有顺手牵羊，现在我们手里啊，有顺手牵羊，肯定要是顺手牵羊。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兵贵神速。又开始，哎，这张顺是红顺啊，是，不对，这张顺是红，这张顺是，我先快看一眼啊。黑顺，黑顺，我看错了啊，就这么悲剧啊，没什么好牌啊，是，还有个闪电在身上，不过没问题，你忘了我们有一个对等技能叫，下三刀是吧？直接给来个补牌，狮子补出去，直接三滴血，教你做人，吕布怎么样是吧？淮河外千里奔袭，教你做人，纵管你勇冠三军，也难敌我是吧？千里突袭，爆你菊花。是吧？有贾诩怎么样？是吧？百密一疏嘛，是吧？感谢这位，再次感谢这位来自于一区五谷丰登华东电信小玩家提供的盘录像，他叫做小新梅蜡笔欧，看来也是喜欢蜡笔小新啊。谢谢大家观看啊。本期视频是比较，野心家比较顺风顺水啊。其实现实中野心家的胜利也是比较曲折啊，其实就内心就是内奸，其实。想赢实在是太困难了，绝对不会是像我们这种局面，绝对是你玩上100盘也就是能遇到1-2盘这样的录像，几率非常小，也是1%啊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本视频到此结束。我嗓子有点不太舒服，有点喝水了，感冒了。大家也多注意啊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晚安。对，今天圣诞节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另外一个呢就是。我以前在，对 A 站上看了一个哆啦 A 梦的录像，还剧场版的哆啦 A 梦漫画的重制版，做的还非常好，3D 版的。一会儿我就把那个哆啦 A 梦那个地址给大家发在我的视频简介信息上，希望大家多多观看，多多支持。